会年时间基督下葬 Le Transport du Christ au tombeau。 他的创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提香。提香一开始从事绘画创作呢，就为各种订货人画过许多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。这一幅基督下葬取材于拉斐尔的同一题材的作品，但整幅作品呢又超越以往。提香完全以个人主观的想法来绘制。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520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。我们看到画面呢，表现的场景呢是在日落时分，所以呢光线很灰暗，它营造出暗示性的悲剧气氛。会年时间，法国巴黎。